上集讲到咧，费尔马德里咧现场睇紧欧联决赛，心情非常非常非常之激动。大家都知咧，欧联嘅决赛咧年年开波城市都唔同嘅，而马德里贵为全宇宙最高身价宇宙蓝队球队皇家马德里嘅主场咧，球迷点都会有啲机会去朝圣一下嘅。所以特别睇出呢个咧陪睇波老婆女友都唔觉只马德里朝圣之旅嘅行程俾大家。我觉得呢个女仔就算几唔中意足球都好，都一定中意靓仔嘅。所以行程第一日咧，佢先去咗碧咸喺马德里嘅饭堂嗰度食饭。你睇翻卡卡斯坦嗰啲，全部都系帮衬开嘅。你首先睇下嗰块，首先烤焦咗，然之后再俾你摆喺铁板上面煎熟嘅嗰个牛肩肉。另外呢间餐厅咧，距离皇马嘅主场只有10分钟嘅步程。皇马嘅主场巴兰佩球场咧，大概可以容纳到81,000个 stadium tour 咧，都算几阔佬嘅。入场费如果上网订嘅话，大概18欧罗左右，但可以睇嘅嘢咧就睇好多嘢，包括由长辈房啦、更衣室啦、更衣室入边嗰个按摩池啦，到球员通道咧都可以行得。而家俾大家睇360度睇一次个球场系点样先，亦都少不了呢个球员咧坐喺度咧嗰个真皮座椅系 Audi 嘅真皮座椅嚟噶，仲可以去埋新闻中心嗰度扮讲嘢添。不过纪念品咧就普通咗少少，最吸引咧我觉得就系全白色嘅简约皇马足球。如果你想买门票睇波嘅话，多数都系喺专门订购呢个门票嘅足球网站嗰度咧，可以订购得到。马德里咧有好多卖草鞋嘅铺头，不过最出名咧就系呢个1836年就已经开业嘅老铺啦。你睇下嗰啲帆布嘅鞋身咧，好 colorful 啦，个中底亦都系用传统嘅草织嘅方法织成啦。如果春天、夏天嘅野餐衬衫，其实非常之一绝嘅。唔中意传统草鞋咧，买潮鞋都有办法嘅。呢间 mini shop 咧就位于呢个宁静嘅小区啦 ，Adidas 啊、Nike 啊、Vans 嗰啲联成怪款全部都有。而一啲陈百祥先会着嘅虎纹西装啊，或者一个刺绣嘅丝裤恤衫咧，都齐备嘅。如果你嘅另一半系时装精嘅话，应该可以消磨到几个钟头。好啦，你又睇完波，对方又扫完货，点都有啲嘢可以摆上去 IG 嗰度先得噶。呢间餐厅所有嘅装潢咧都系好似陶房，而啲侍应亦都着到好似屠夫咁样，同时都会好细心讲解制作每一道菜嘅。例如呢道菜咧叫做 Rolex， 佢会将呢个烟肉包住咗鹅肝、松露、鹌鹑蛋，然之后用刀用火慢慢切开、烧开，再煮俾你食。每个食客都会好期待自己点嗰个菜咧究竟会点样玩法嘅。住宿嚟讲咧，我就好似上集所讲啦，会推介大家住呢个 Only U Hotel 嘅。佢嘅早餐咧亦都非常之丰富，我谂你住3日咧都可以完全唔会重复。例如有任食嘅黑毛猪火腿啦，成块嘅蜂蜜板啦，新鲜嘅水果啦，专为你有食物敏感而设嘅菜单啦。另外即煮鵪鶉甚至寿司都有，加上你而家用 Hotels.com 咧订房咧可以买10送1，又识得悭又识得玩，就算老婆女友想出禁制令，都出师无名啦。